观众朋友您好，咱们洛杉矶的阳光真的很好，而且这边因为阳光好，雨水今年又特别多，所以今年呢各地的野花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凡是第一次到美国来，尤其到洛杉矶来的朋友一定知道，这个地方呢是阳光的一个城市，这边花树都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讲这个树，讲这个绿色，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喜欢，因为看了这个颜色之后您就会心旷神怡。包括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究所谓的绿化，不单单是看了，包括吃东西大家都特别讲究健康的有机食物。那么大约是在10年前呢，在圣盖博这个地方开了一家餐厅叫绿的地带，就是专门为大家提供有机的健康食物的。那么现在呢，为了服务东区罗兰岗钻石坝河道市这些居民呢，这边又开了一家分店叫做绿的地带。这个餐厅里头的东西呢，每一个人包括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的，而且呢绝对您会喜欢的。咱们今天一块儿来尝鲜。到 Green Room 绿的地带来吃东西的话真的是很开心，原因是什么你猜猜看？因为可以很健康啊，都是有机食品啊。这个太通俗的答案了、啊、真的吗？那要怎么样？我觉得真正的答案是什么，就是可以拼命的吃、啊因为都是很健康，而且不会胖，因为没有负担嘛，对对对 对，完全没有负担、嗯。你看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安排了满汉全席，你看是不是？真的是有机的满汉全席，有鸡有鸭，有鸡有鸭有鱼，哎，其实什么都有，但是看起来就是觉得，哇，可以狂吃，把它全部吃光光都不会肥。究竟有没有那么好吃呢？待会儿慢慢一道一道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解释，来品尝，也许会让你流口水不止。哎，但是我相信一定会了。我觉得你已经口水流满地了。没错，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老板娘啊，Charlie，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们为我们东区啊、嗯，也安排了绿的地带，让大家到这边来能够吃到健康的食物。嗯、谢谢你们光临。是吗？大店，尤其对，尤其我觉得从这个饮料就开始，是是是。首先这个是辣椒油吗？对，这个辣椒油好特别、啊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哈、啊，真的是那个叫蓝莓刺激茶，是养生茶来的哦，它可以美容、养颜、养生啊，然后可以降三高啊，哇，还可以减肥啊！快来快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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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么好的食物，哇，真的是，哇。降三高了，嗯。首先我就看你们的蔬菜好不好？因为你们蔬菜非常非常的漂亮啊、嗯，这叫做鲜烤有机时蔬。鲜烤有机时蔬，对，里面有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。哇，哪5种啊？我觉得好漂亮啊！有 zucchini 对不对？对，有那个 squash 啊 ，squash 哈、啊，有油椒、茄子啊，还有茄子啊！哇哦，茄子也好，茄子本身对于肠胃非常非常好，嗯、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 onion 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嗯、对健康都非常好。这洋葱切的这样，我来吃个那个瓜。好，我来吃个这个是 squash、嗯、对不对？哈，我们吃成黄绿，没有青啊。没有啊，有青有绿啊，对，那你们的主题对不对？茄子紫色、嗯，它虽然只是烤的而已，可是好有味道哦。对，这是怎么那个做的？这个是？这个是在那个 grill 上面烤的。先烤的，烤出来呢？烤出来我们就会加一些调料啊，一些芝麻。对，我看上面撒了有芝麻，嗯、对不 对？它的料好好吃哦，有点像沙拉的那个酱。对对对，然后有点咸，咸咸甜甜的，好喜欢。知道你们这边这个海南鸡饭的是很受欢迎，对，点击率多高？有时候我们有一桌客人，8个客人进来，有7个会点这个菜。吃完之后呢，摇头的出去吗？我以为8个进来点16盘，吃完当然很满足、啊，频频点头啊，哇，头都会点掉那样子。那这个鸡一定不是普通的鸡呀、啊，赶快来尝尝。有机的，对，因为有机的鸡哈。对，有机的鸡。另外，我一般来吃的海南鸡饭，我觉得好像它有骨头也有皮，你们好像全都没有哎、欸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、比较健康嘛，我知道有的有的人会喜欢吃皮吃骨头，但是我们因为健康的原因就把它吃掉了。对，那个好下功夫哈、哦，真的去三高的海南鸡了。对，吃鸡皮当然是，就像你讲的是什么？胶原蛋白。胶原蛋白，嗯、可是我刚吃太多就是也不好，但是三高对三高真的是啊，胆固醇高，血压高，千万记住。现在呢一点都不会高，就是三高。一在上涨，一在上涨，对。哇，那这个这样子太体贴了吧？中间这个哎，对，这个是必须要的，最受欢迎。
这种还蛮还是葱姜做的，葱姜、啊、自己做的吗？对啊。那我问你，阿宁是不是也有机？你们是不是也买有机的？啊，我们尽量的，如果有货的时候都会拿有机的。哦，我想一定会按照大家的想法哦，我来尝尝看，因为海南鸡饭其实蛮难做的。那个红色的蒜子是有一点点蒜，然后有一点点辣辣的。Uh-huh. 海南鸡饭呢，最难的就是说它那个鸡一定要很嫩很 Q， 加上一定要那个中腔葱葱姜蒜。好，你尝尝看怎么样 ？OK， 你看我还用西式的吃法，我一定要弄很多很多这个才会好吃。哎，对，一定，我也很喜欢吃那个，万一是不够的还可以再拿。可以再加吗？那个就是你们说的。然后这个饭也是免费续，特别的配方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完了之后我来尝饭，你们看我已经准备好了武器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在哪里？好在那个肉、哦、它很结实，然后也没有油，也没有皮，然后吃的超健康，然后葱姜蒜呢超香的，自己制的吗？对对，嗯。其实到这边来，我以前很喜欢点一个菜，很喜欢吃鸡蛋，可能就是这个沙拉。哦，这是这是三文鱼沙拉，是吗？野生野叫什么？野生，野生的三文鱼还有养殖的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养殖，但是我们是确实是。哇哦！但是我觉得你们是来看看它这个鱼，好大一片哦！来来来，我给你们切小块一点，这样。哎，好过瘾哦！你们会不会成本也下太大了呀？这个一个都可以四个人吃哦。为了我们那个健康还有质量，我们真的是不计成本。不计成本哦。所以北鸭哥来这边的话，其实点一份或者点两份都可以，很多人一起吃。很多人真的真的。对。尤其是啊，以这个三文鱼来讲，大家现在都知道非常健康又营养。谢谢。对，刺鱼，然后配点下面的青菜。这个就是一道菜，其实平常大家。这个下面的沙拉也是那个 organic 的 baby green 做的。哦、baby green。对。哦。我爱吃这道。它这个健康。dressing 我们是用比较清淡的橄榄油和醋，就没有这么浓。对，而且这两个醋也对身体好，对不对？但是叫橄榄油，大家都知道是个健康的一个油类啊，真的是，怎么样？酸酸的，然后再配上这鱼，刚好提味。这什么面？这黑黑的面是吗？是那个牛肉荞麦面，这个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选择。嗯，那这个汤是什么样子的汤头？汤是牛肉汤，蘑菇啊，还有一些比较素的。比较素的，嗯哼。那我们需要拌一下吗？就这边好，来来来来来来吃吃，没有放味精吧？哦，我们绝对没有味精，没有鸡精，我们跟厨师统一在教的，我们的餐厅是不可以有鸡精有味精的。难怪，你可以吃出来那感觉，很鲜甜，很鲜甜，原味的那种。因为有些人吃了味精之后，他就马上会头痛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没有，有些人还会呕吐。所以这一道菜我觉得也很支持啊，喜欢吃面的朋友来，因为而且很营养，你看又有鸡蛋又有海带啊，有海苔，再加上这些青菜水果和汤，对，这个汤整个都非常补，真是一个享受。过瘾。那讲到饭，这是咖喱吗？咖喱牛肉饭，又是个日式的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要郑重推荐，其实我来很爱吃这个他们的这边咖喱牛肉饭，它跟日本的咖喱不一样，不是日式的，对不对啊？因为我吃过，我就告诉你，它里面放的还有椰子一点椰子汁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它的味道，你看跟日式的不一样，对，有点泰国了，有点泰式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再来两碗饭。对对对，最主要我觉得它里头的料很多，你们里头的料很多耶。啊，普通我们在家里头也好，怎么样做？他家里牛肉饭的话就是牛肉，你看它里头啊有 squash， 对不对？哈，有很多蔬菜就很棒，就很健康。那么再加上红萝卜，对不对？哈。在里头，你看还有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一般配菜都是五种颜色，这样营养比较均衡，而且很漂亮。哦，你们好贴心哦！医生就是说要吃五种颜色，对呀、啊，那你这样一倒就全部都搞定了。哇，你看我这边翻下来，哇，多棒哦！来了来啊，别再翻了，我急死了。来，你就吃一口就行了，其他归我。咖喱我们一共有三种，有咖喱。鸡肉、咖喱牛肉和咖喱蔬菜。OK， 大家可以看你要喜欢吃什么的哈。Okay, 那如果素食可以吗？不要肉也可以。可以啊。可是做餐厅很辛苦的。是的。对不对？ Okay.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做餐厅，你看到客人拿吃的很开心， 你们就也开心了，就有一种成就感。
是不是？而尤其是做这种健康食物，对呀、啊，就为您服务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好。嗯、对每个人来说哈，现在大家都讲究这个有机食物，讲究健康，注重身体。对，我是觉得我们东边波兰哈呀、沃纳、钻石吧这边是的确很需要这样一间餐厅。嗯哼，因为大家现在很多那种川菜啊、湖南菜太重口味了，真的会不舒服。真的，南天我觉得每一样菜我都会喜欢。对，每一样菜我一定要把它吃光光。对，每一样菜其实都很健康、啊。嗯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的用心。谢谢你。谢谢。